香港啊，喺香港都仲未上映嘅，都仲未做首映，所以呢個係咩啊？全球首映嚟。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，挨完还识怎么笑，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。有请曾志伟。作為呢部電影嘅監製，就揀咗馬來西亞作為第一個首映站喎。全世界第一個首映站啊！哇！特登嚟報答大家咧，咁一路咁支持我哋嘅《我愛香港》，因為呢兩年嘅賀歲片咧，我哋喺馬來西亞都係冠軍啦。耶！係佢逼我㗎。我逼佢叫佢唔著衫啊！佢著咗少少㗎啦已經。佢啲布越嚟越少。我後面自己加落去啊！佢唔係話嗰度冇布啊，佢話嗰度冇肉啊！搞笑咧，都係冇真係拿手好嘅。如果大家係需要有懷疑嘅，即管入場睇，包你笑得好開心。笑開心之餘咧，最記得咧就係要留意翻你身邊嘅人啦，你屋企嘅人啦，佢算係你最親最關心嘅。嗯，冇錯，呢個都係睇到最後都會係眼濕濕嘅一個原因嚟打一隻。馬來西亞有兩隻眼鏡啊！我哋呢度叫 Cheras， Cheras， Cheras 代表， Cheras 代表，唔難講， Cheras 嘛。OK， 成晚企喺你雙窩，為咗睇 show 過下癮，戇居居等到八點半，終於上台立票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其實做人都好難，又要買樓又要買車，恭喜你！我話啲買樓就恭喜你，啊買車就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真係，好大錢咧！啊，有冇榜樣啊？有冇練嘢？啊冇。有冇舉嘢？啊冇。有冇攞啲嘢去舉？啊，俾人舉啊！俾人舉，咁犀利！志偉，你有冇舉嘢㗎？啊！你有冇舉嘢？慢慢舉，舉杯。恭祝各位嚟 GS， 一齊嚟睇戲上加戲。因為今日三位巨星，一個喺志偉國，仲有好靚嘅毛毛，仲有高大威猛嘅飛凡哥。做乜上得唔辛苦啫？你話琴日喺度好開心。一個喺你，一個喺佢，一個喺你哋，咁得啦。最緊要大家開心就得啦，恭喜發財！冇錯，唉，就情侶貴言，最緊要開心。啱。我向大眾飛的橋，今天很大運，因為戲上假戲，香港明星到。阿蚊蚊嗰只啊！哎呀，啱啱蚊蚊智慧啊！我冇咗啊！我冇咗智慧。系啊！哎呀，慘咯！食翻食翻食翻！好嘢！我都話馬來西亞啲朋友最好玩嘅，開心係咪先？我啊，我媽屋企嚇阿媽。OK。阿媽石凳，攬住石凳。你話翻嚟。石凳翻嚟。